一二三就哦，这样。那那你先起个屁。不行，要一起。哇呜哇呜哇呜哇！不行，每一年都会来耶诞城。来跟谁？好，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新北欢乐耶诞城后台，我们现在来直击一个非常厉害人物。他真的太强了，他拿到超多金金曲奖就算了，还有金音奖。所以我们现在来直击谁呢？就是我们的熊仔。Let's go！ 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要先问你们一个问题。为什么那边要放一个红辣椒？我真的不知道。我昨天来的时候，我也在问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太火了。我太火了。我跟你讲，你说你最上有。对。是吗？因为你最红，只有这一个。他在后面，他在后面一直摇头哎。交换礼物哦，我不知道是可不可以讲。我收到的礼物是带白粉盐巴，它里面是盐巴，像写海洛因那样贴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是可不可以讲。一整袋都是就是盐巴这样，这真的是盐巴，就收到一整袋盐巴。我朋友他是生机系的，做那种实验啊，生物，然后显微镜实验，然后他送我他的 DNA 放一个试管里面拿来交换，然后就说这个东西到底是要干嘛？你有想要吗？我没有想要。今年最红，灰豆。刘诗言，粉丝会打你的。我有小练一下。小练，小小练，小练。我来看一下后面休息室来搞什么东西。1、2、3，元旦大吉蒙。哦哟。我很难接受的，害死我！哎，还少一只。对，哎，反图形，反图形。对，讲一下头发是新发型，新发型是很红哎。哦，就跟欧总一样。我说希望，我说希望啊！不行，每一年都会来耶诞城。来跟谁？没有人，没有人。因为以前上学的时候，每次都要经过板桥车站，所以就会经过来看一下。我比较少在过节日这种事情，因为毕竟我都一个人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我就因为我比较宅一点，对。TVBS 新闻网的观众朋友说声耶诞节快乐。TVBS 新闻网的朋友们，我们是欧总，大家新好大家好。TVBS 新闻网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欧总，祝大家耶诞节快乐。那我先唱一段，你猜一下是谁？哇呜哇呜哇呜！这样知道了吗？有摆拍哦。不像直击，很肉啊！你不像直击是不是？我想说摆好 pose， 让你拍，因为健身算有成。可以转一圈，可以这样，有吗？等一下这一段不要让屏东我妈妈看到，妈妈会生气的。妈妈会说：“哎呦，怎么穿那么少？”大家好奇。怎么没有唱对的人？因为我本身就是对的人象征，不唱也没关系吧。要唱哪一句？对啊。哎，要唱哪一句？哎呦，还是直接飙高音。我喊一二三就哦，这样好。那那你先起个屁。不行，要一起。哇呜哇呜哇呜哇！掌声鼓励。